弟们，我要讲的课题是中国太极拳。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拳术，它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点。如果说武术是中华瑰宝的话，那么太极拳可称为是宝中之宝。太极拳具有健身、防身、医疗、观赏等多种作用，它的动作缓慢、柔和、圆滑自然，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。第一点，太极拳的源流与发展。太极词最早见于《易经·祭祀上传》，亦有太极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周正一全面讲，无极而太极，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则静，静而生阴，动极复动，一动一静，故为其根，分阴阳两极力，阴阳太极也。阴阳交感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，变化无穷。以太极命名为拳术，意味着太极拳运动之动静虚实刚柔，无不遵循阴阳变化之哲理。它是一项博大精深的一种，它涉及到哲学、心理学、生物学、运动学、力学等多种学科，它如武术、气功、导引、中医为一体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健身术。太极拳是中国古老的拳术，它源于我国古代的导引吐纳和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养身法，它孕育于汉代的六禽戏、五禽戏之中，形成于唐宋时期。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，河南陈家沟陈王庭在祖传太极拳的基础上，又吸收了戚继光的拳术三十二式，而创编了陈氏太极拳。陈氏家族世代相传，都不断的改进创新。陈氏家族第十四代陈昌兴将老下动作中难的动作、复杂的动作加以简化，而创新家。赵宝人陈新平又在新架的基础上放了小架，称为赵宝架。陈氏太极拳的特点是柔中遇刚，刚柔相济，运动量大，积极性强。下面请欣赏一段陈氏传统太极拳。河北
永年人杨露禅师从陈昌兴学习陈氏太极拳，将太极拳进一步柔化，而创了杨氏太极拳。又经过他的儿子杨班侯、杨建侯，还有他的孙子杨成甫进一步修兵改编，而定型为当今的杨氏太极拳。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端庄中正，舒展大方，柔和自然。下面请欣赏一段杨氏传统太极拳。末年满族人全佑在杨氏太极拳杨班侯小夏基础上都进行了改编，又经过他的儿子吴建全进一步修经，而创了吴氏太极拳。吴氏太极拳的特点是穿与步行协中御正，柔和轻盈。下面请欣赏一段吴氏传统太极拳。
清朝末年，河北永年人李国清师从杨露禅接老驾，又从陈新清接小驾，合为一，创了五式太极拳。五式太极拳的特点是柔和轻盈，虚实分明。清朝末年，民国初年，河北完县孙福全字入堂，精通形意拳八卦掌，后又宗师郝维珍接习五式太极拳，将形意拳、八卦掌、太极拳融会贯通，而创了孙式太极拳。孙式太极拳的特点是步法灵活，进退相随，进不避身，退不避侧，转身以开合相接，动作柔和自然，提炼方便。下面请欣赏一段孙氏传统太极拳。杨氏太极拳基础上，又整理更编了24太极拳、8式太极拳、8式，还有12式。这些图的特点是，除了外形演变的艺术性和观赏，像竞技体方面，近年来太极拳国际上发展，国际的交流活动已频繁，体委。为了适应太极拳技交流国际发展的需要，为了太极拳竞赛的要求，保持传统的基础上，而将了杨氏、陈氏、吴孙氏竞赛套路，还有综合42式太极拳竞赛，还有太极出手对练的竞赛套路。竞赛的特点是动作规范及符合竞赛的要求。太极拳竞套路当说，拳
史上的发展的一件事，这说明泰山石经已经在世上开花结果，也在纪委为太极拳走入进奥运会一个标步骤。太极拳众多的内容分为走路，包括器械手和站桩，他的做不括揽围、手挥八、抱卷呼、手单肩、金鸡步等等。他在别按传统可分为阳氏、吴氏、孙武五大，还可分种类、中国类、竞赛三种。第二点，太极拳中的也全身放松，一拳气功和千万里的联系。实际上太极拳主轻当气功当的重功，就是重轻功。前面太极拳与气基本一样，要求全身放松，功功则是内气畅通，使身肢变长，筋骨张，气一通更通，入不入非，意味着用意不用，不用玻璃，不用劲，中挥手中可以放气劲儿。特点是缓慢，太极练习中始终不要缓慢如何，缓慢如何必以意识的，必以导气，以气一身，缓慢如何练也是放松，中属于内气的畅通，缓慢如何使量得到有效的能量到节制，符合生理健的要求，避免了运动的流缓慢如何便于呼吸，使呼吸逐渐到呼长气短匀，有呼吸系统的功能和调内气。缓慢如太极拳适合各种年龄的人，不同性别的人各种进行练习，尤其对慢性病弱的人更是良体疗手段。第三点，和谐完整。所谓和谐完整，是泰山的练习中从头到身体各部或手或指示的皆配合，到一动无有不动，但在动的进退起落上下动交完整，而意识上和呼吸上也要进的每一个时的静止跟结合，以使得以发展。第四个特点是连根活，所谓连是指的能够和杜鹃柿子和鞭做到承上启下，节节贯连续不断，有以上下以上左逼右逼右逼左的劲儿，每事情自听飞既激进内劲儿贯注充足。所谓圆活指的是太极拳运动一个画圈的，太极拳的圆又分为横圆、圆、椭圆，还有顺圆、逆圆，还有半圆等。就而言，圈、圈、金圈、珠圈、圈、胯圈、踢圈、足圈等。开初学时要画个大圈，都开个自然。到以后越画越好，以求内日形成无圈。得到了全身处处无波旋、处处无弹簧的一处他的虚灵之地。太极拳形从弧形运动、太极拳运动显得来之我之能之法，而通过天花而灵活，也灵足贪心，活中一神。第四点，太极对身体各部位的要求。太极拳对身体的要求是身正安，对头要求是头要正，不正身安，头还要向上顶，顶不利阴气的上而提升，安
严卫军事官、运动师、中手兵、站桩师、周世兴、韩光为比较亲近，薛之谦微底善额，薛之谦微底善额及气中中的搭血槽，使任督二脉连接打通，肩肘宣令夹叫推肩坠肘，即是说肩肘向下松沉，以便于沉气和保持肩肘的灵活。胸背宣令夹叫含胸八背，含胸八背是心腔宽松，是心肺安舒，以利心肺的功能与保健。八背意味着脊骨向上抻拔，以利于脊骨和脊神经的保健，利于气通骨风当中入骨入髓。腹，腹要松定，以便于气沉丹田。腰，腰要松沉直，中沉那个气的下沉，腰直不安不摇晃，这样腰的转动才能使肋劲儿达到支撑八个。腰指的主尾身体四肢的运动，腰的带动。臀要圆，脸部臀部肌肉微松，脸蹲使尾闭中正，叫提肛吊肛。提肛吊肛是传递丹田之气，以免气沉丹田时气从下冷跳往外溢。七，七的屈伸运转要灵活而自然。第七，要以推肩坠肘、含胸八背、松腰落胯相应能合。七的运转要以后胯来带动。第四点，太极推手，太推手两个人为主，互为对手的对抗性运动。太极推手遵循三连随的原则，它的技法分为碰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跌、肘、靠，要按照进退步判的步伐、演法、施法进行。推手讲究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，讲究三连连随，不纠不停，借劲儿使劲儿，顺势用力，以小力生大力，所谓四两拨千斤。太极拳推手不但能够防身健身，太极拳推手的独特运动方式以及科学、力学、心理学的巧妙运用，使太极拳推富有很高的娱乐与观赏价值。朋友们，今天的太极拳课就讲到这里。